曲风就这种进入生活的，有的谁会写一个歌说一起去跑步了？对啊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那时候好像还是跟三立的一个剧《真爱趁现在》一起搭在对，那是片头曲。这个歌很好，对。陈婷妮跟那个胡宇威，胡宇威他们也结婚了。我们来看看到底谁来了？哎，宇宙人就是他们，是宇宙人，他们今天。又来了，宇宙人他们是要来接受朱老师的专访吗？不是欠揍人，不是宇宙人啊！哎，宇宙人，你们好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宇宙人，大家好，你好，我们是全宇宙第一组登上最高海拔喜马拉雅山的乐团，宇宙人大人一起去跑步。走了，没有流汗，有多少运动鞋还没有穿，有多少问题在追查，就是一种巨大转变，有没有？大家有看到这个？刚出道的时候，宇宙人十年来，哎，结果你们的曲风就这种进入生活的，有的谁会写一个歌说一起去跑步了？对啊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那时候好像还是跟三立的一个剧《真爱趁现在》一起搭在对，那是片头曲。这个歌很好，对。陈婷妮跟那个胡宇威，胡宇威他们也结婚了。哦，对啊，那部戏就一起去跑步。他们是从以前一开始都在演唱会里面帮人暖场。
校园对各大校园校园的演唱或什么，哎，一点一滴，人家现在开巨蛋演唱会，对对对对，然后还已经签约喜马拉雅山，喜马拉雅唱片的。不是啦，他们真的是去拍。可是我们去，我那一家也不在了。那一家我们去喜马拉雅山上面拍拍 MV， 超酷的。天哪，真的！因为那首歌叫《往前》，然后那我觉得很搭那个喜马拉雅山。这该不是假公济私去完成个人登峰的这个？有一点部分，一开始是对，一开始是。你有带贝斯吗？没有，不敢带。但我们带了一把乌克丽丽这样。哦，乌克丽丽，好期待，好期待。只是充场面。哎，那你们爬了多久啊？这个是到贝斯。总共的旅程15。天，然后爬的过程12天，上山6，下山6。哎呦，那你有上那个珠穆朗玛吗？珠穆朗玛是没有，因为那个真的太难太难。我们去的最高点是人家要登那最高点的这个 base zero 起点，对，玉山。哦，那就已经很不容易了。对，我们台湾呢？对，我们先去玉山，然后后来才去喜马拉雅。我也得过国家高品牌玉山奖。人家是去爬玉山。国交吗？对对，公里国交，我得过国家的品牌玉山奖。那但那是过去的事，我们就不讲。今年我又得了。对对。这张专辑上面最新的叫理想状态，很舒服的一整张专辑哦，我觉得也是他们成团了到现在一直集大成之作。嗯，我们之前有去录个节目访问，对对对，应该好很多。那我们也让他们其他队员讲讲这10年的变化。第一次我记得伍佰老师邀请我们去当他们的暖场嘉宾的时候，那时候是连组团的时候想都没有想过的一件事情。然后其实我们在组团的时候也没有想到之后可以加入五月天的公司。对啊，他曾经也是我们的偶像，是是是。然后我记得第一次看到他们的时候，你好会讲场面话哦，变成他们公司了，你。对对对，然后就一路这十年来，我们从两个人的场地走到小巨蛋哦，对，然后小巨蛋之后这一场。理想状态演唱会呢，是我们小巨蛋之后的第一场演唱会，因为之前的演唱会全部都因为疫情而延期，我大概演了3次，超级会延的啦。那没有办法，这个疫情嘛，大家互相体谅一下，就这次真的来了，来了，不会再有其他事了哈。好，是，身体要顾好了，希望不要，身体要顾好，身体要顾好。贝斯手也给他讲讲。当然，就是我觉得我们的宇宙有越来越多。对，我们的歌迷有。对，然后中年当然10年当然有高有低，也像刚刚阿奎讲，我们真的是延期好几次，然后那时候真的心情蛮低落的这样子，然后重新宣传演唱会。但是因为票房就是大家还蛮支持的，真的非常感谢，很重要。铁粉的，好啦，我们也希望他们越来越厉害，好不好？